제23회 비가 와요. 通过旅游接触韩国有魅力的文化。是啊，今天又到了我们学习韩国语的时间了。嗯，杨帆，今天我们要去哪儿呢？今天呢，将是一次大饱口福之旅。因为啊，我们今天要去顺川乐安一城，去那里呢品尝一下南道饮食文化。 날씨가 어때요? 날씨가 어때요? 비가 와요. 비가 와요. 是真的吗？我不是说过了吗？嗯，以后要有事就问我。好，拜拜。 아, 서희 什么事情那么高兴啊? 我觉得我有特异功能。 骗人呢？什么特异功能啊？真的啊，我可以看未来。哎，什么？真的？不久前，我朋友担心，意外婚礼的天气，我一听就给他说会下雨，那天真的下雨了。哇，真的吗？嗯。啊，那快要告诉我，今天下午怎么样？其实，我今天下午准备了一个很特别的午野餐哦。我。 海明这时候你应该这么问啊，날씨가어때요？날씨가어때요？嗯，野外活动天气很重要。小等一下，好，布拉卡德布拉，好，布拉卡德布拉，짜잔！哇，吓了一大跳，吓一跳哎！我真的好像。 魔法师吧？是啊，酷，所以魔法师，快告诉我今天的날씨가어때요？好，天气啊，稍等一下。好吧，可다不？嗯，怎么样？有感觉了吗？快告诉我날씨가어때요？哦，我嗓子有点渴啊，天然果汁，我要喝天然果汁。天然果汁哦，这里有，倒满。 谢谢。嗯，真的很甜。是啊。好吧，可大不？我要吃苹果。苹果。嗯，吃苹果以后就告诉你啊。好，苹果。 哦，天气很好啊。是吗？嗯，没问题哦。真的吗？那我们可以见面嘞。嗯，别担心，我一次没错啊。真的吗？那我现在打电话啊。哦，喂。好啊，当然呢。那快出来啊。那好，一会儿见啊。好，拜拜。날씨가 어때요？ 날씨가 어때요? 刚才说的都了解了吧？如果你要知道天气怎么样，就可以说 날씨가 어때요? 날씨가 어때요? 날씨가 어때요? 我来解释一下这句话吧。날씨就是天气，后面加的가是我们韩国语里的主语格助词，后面的是 어때요? 汉语的怎么样？날씨가 어때요? 就是天气怎么样的意思。是啊，所以说呢，大家想要去旅行的时候呢，一定是必不可少的一句话就是날씨가 어때요? 날씨가 어때요?
날씨가 어때요?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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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种阴森森的感觉到底是什么呀？哎，所以，嗯，在外面下雨啊？是真的下雨啊？你看，海明，你怎么回事？你还好意思问我？你不是说今天天气好好吗？你看外面又打雷又下雨的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奇怪，海明，这时候你应该说。 비가 와요. 비가 와요. 아, 奇怪요. 我刚才明明感觉很好啊. 所以你这次说错了,猜错了. 是啊,什么感觉很好啊? 비가 와요. 비가 와요. 怎么了你? 你不是说一次都没错过吗? 对啊,我一次都没错过. 但是我只... 一次猜过，我跟你说，所以你走出这个门的话，你就会下雨。你不信，你看着啊。所以注意，各位下雨，麻利麻利吼，麻利麻利吼，麻利麻利吼，轰！你还是男人吗？啊，错！我现在要出去，绝不会下雨。哼！所以你去哪儿啊？你去哪儿啊？ 说的没错，皮卡瓦哟，皮卡瓦哟，哇，真的吗？哇，喂，什么法师？你看，我说对了，我会算哦。海明，明天的天气怎么样？每当我出去的时候，会下雨吗？嗯，当然哦，皮卡瓦哟，皮卡瓦哟。啊。 我刚才真的对不起，别让再下雨。嗯，如果你要不说谎的话，嗯，就原谅你吧。嗯，我想，你真的有那种特异功能啊，这都快得告诉我。还有啊，我什么时候成为有钱人了？我每天买乐透彩票，什么时候才能中啊？啊？什么？ 비가 와요.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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句话是下雨的意思. B 这里没有收音，所以应该加的是卡 비가. 后面的是 와요， 应该是来了，可是这里不是来了的意思，就是下的意思。눈 눈 눈 就是冬天雪白的雪 눈이 와요 눈이 와요 这个意思就是下雪。嗯，还有表示刮风的天气的时候呢，应该说 바람이 불어요 바람이 불어요 비가 와요 비가 와요 눈이 와요 눈이 와요 바람이 불어요 바람이 불어요. 海明，新的活动准备好了吗？当然啊，全部都准备好了，最重要的我连天气都有问好哦。哦，不错不错，这就让你的朋友们都会喜欢哦。嗯，那我们现在去品尝一下南道的饮食吧。好啊，已经到了吗？早就到了。是吗？那我们快去啊！我好期待哦，我也很期待。嗯，那么我们快走。走吧，走啊，走啊，走吧。这里是位于全罗南道孙川顺川的乐安驿城。 乐安驿城保存着400年前朝鲜时代的建筑风格，在城里可以看到韩国的传统房屋。乐安驿城一年举办一次饮食文化节，在这里可以看到全国的饮食专家们亲手制作的佳肴，在这里还可以品尝到韩国的传统茶的味道，浓郁幽香的茶味儿可以称得上是上等的一品。 这是韩国传统饮食泡菜的制作材料，不仅可以学到泡菜制作方法，还可以品尝到它的美味。哇，很多好吃的东西！是啊，你看那个好好吃的样子。我要吃那个。啊，好啊，那个也好好吃的。是吗？哦，快去吃吧。那我去啊。嗯
节日期间还可以品尝到来自全罗南道各个地区的美味佳肴。在这里，来自各地的料理大师争相展示自己的厨艺，观光客们则可以亲自品尝之后加以评分。怎么样？看上去非常好吃吧？ 全罗南道举办饮食文化节的地方，顺川。从首尔到顺川坐高速巴士的话，大概需要4小时30分钟的时间。如果乘坐火车，可以从首尔的龙山站到顺川站，大概需要5小时的时间。从顺川再到饮食文化节的现场，只要坐室内公交车，大概需要30分钟的时间就可以了。祝你旅途愉快。 今天我们学习了关于天气的韩国表达。如果你要问天气怎么样的时候，就可以说 날씨가 어때요? 날씨가 어때요? 如果下雨的话，就可以说 비가 와요. 비가 와요. 下雪的话，就说 눈이 와요. 눈이 와요. 刮风的时候，可以说 바람이 불어요. 바람이 불어요. 这就是刮风的意思，就记得了吗？ 날씨가 어때요? 비가 와요. 一定要记住哦。哇，真的好饱。嗯，今天的旅行怎么样？很不错吧？不仅仅是一个好字，你看我肚子饱的，非常满意。 嗯，看你们那么满意，我也很高兴。是啊，所以说大家也想知道我们今天去旅游的地方的话，还有我们今天所学的韩国语的话，就要怎么办呢？进入我们的网站 www.arirang.co.kr 来观看我们的节目。嗯，那么大家再见。拜拜。拜拜。